个是我们住的屋子，然后旁边有小溪流水。我们要去哪里？游泳啊！走。出来在关门吗？我们这里有两个泳池，一个比较大，一个比较小。我们现在要去那个大的泳池游泳。哇，这里是世外桃源。我觉得这里适合跟谁一起来？比较适合是跟情人啊，可是情人也可以很多派来啦。小姐正在努力的游泳中。对这次下水什么感想啊？什么下水有什么要讲？这里的水还好，你看我现在153cm， 听说刚刚可以震到你的胸口之类的，不是很高的那个水。可是我还是可以啊，我觉得这里的水不是很深啊，可以来。然后早上来很冰泉。